好，那请先和成都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这个成都的大家你们好，然后还有就是从别的地方城市来的大家你们好，辛苦了，久等了。好，那请问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两首歌，一首歌呢是大家已经可能听了很多遍的，我在现场经常唱的，叫做《笛月》。然后呢，第二首歌是《牡丹花》，是我之前很早就是写的一首原创曲，自己作词作曲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你，谢谢。还挺紧张的，没准备。心理路程，好。我也不想继续这样下去。
首歌唱熟了才能遇到这个喜欢的这种人吧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好家伙，这是你们自己新编的吗？谢谢谢谢谢谢囧金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舞台的右手边，囧金的签售区已经。